去感觉，沿路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，让心去感觉，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，让心去感觉，沿路上每次忘不掉的所有擦肩，让心去感觉。梦想一天一天就快要实现，那个瞬间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哎呀，想吃什么？好饿，快点。要吃这个明太子香草 cheese 丁意大利面，还是这个番红花樱桃鸭佐济州梅酱啊？这个黑松露牛夹藜麦炖饭，哇，这么 gay 版的名字一定是王妹专用。我又不是王妹。多少钱？你看我，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里特别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你觉得我今天特别的帅？烂梗。好，我这么努力刷存在感，你就称赞我一下嘛。第一天上班，可是好好打扮才出来见人。好好好，子俊哥今天特别帅。好，快点啦，要吃什么？你呢？你要吃什么？我，我应该是明太子香草去冰意大利面。苏小青呢？啊，被曲子君打包外带出去吃东西了。厅长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可以帮忙？没事。没事哦，那我等一下去一趟 NGO， 然后晚上我们再一起回家。晚上，我们一起回家？不要吧，你那么久没有回来了，这样太打扰。哎，你跟我爸妈这么不熟是不是？不要告诉我你会一个人去面对吧，拜托了 ，please。哇靠，已经是要回去见家长的关系了，少奋斗30年的最后一里路。Too much information. OK， 那我们约好了，等一下见。嗨，哎，大小姐要走了。嗨，我送你。来，我送你。对，反正就把它对上去。好吃吗？那要回去。还是继续翘班。好。在哪？在吃饭。快回来！当然是我去上班啊，走吧。陆在凯找你啊？嗯。老板找你就急着回去，连摸鱼的 know how 都不会。不要跟我说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没有翘过课啊！
上课是要付学费的，干嘛翘课啊？太偷贼了吧！而且这样课业会跟不上。我是希望你可以懂得保护自己，可以随传随到，但不要掏心掏肺，保持一点距离，否则迟早有一天你会骗你的笑。戴着怀疑的有色眼镜看人太累了，我还是会选择相信，相信比较简单，也比较快乐啊。那如果哪一天你受伤了？如果我受伤，这是伤害我的人的错。我努力当一个善良的人，不是为了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是不要让这个世界改变我。好，那你就继续保持你的善良吧。反正如果你受伤了，有我在。什么意思啊？想哭可以到我怀里哭。白痴哦，笑话很老派。不过谢啦，有情有义。你想休息一个月？嗯，可以吗？你过去20年来休的假加起来有一个月吗？没有，所以我累了，想一次用完20年的额度，可以吗？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计划正在进行着？是不是我把你教得太好了？我发觉你比我更难相信人。我现在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，你才会变成这样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要跟我说这些，但如果你是真的想休息，就请你好好休息。休息够了，记得回来。别忘了，你还是拉菲兹的总监。你还是觉得我在密谋什么，对吧？就算有，你也不会跟我说吧？我希望当你有一天回头看的时候，不要像我一样悔不当初，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去追逐一个我其实根本不想要的东西。洛晨凯，祝你好运。万总，你真的要休那么长的假吗？是啊，我都快忘记啊休假是什么感觉了。好好去玩吧。一个月的欧洲，哎，羡慕死我！我就是要让大家羡慕我。没事别找我，有事更别找我。知道了，玩得开心。一定会的。雅欣，你好了没啊？来了来了，赶紧下吧。哦，好久。准备好了吗？妈，我真的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？你不想去吗？想啊，当然想啊。可是我快要会考嘞。等你长大以后啊，会发现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比考试成绩还要重要。所以考不好也没关系哦。你想得美啊！你说呢？过去3年的努力啊，当然好过临时抱佛脚吧。嗯，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走吧。小心啊！回来了，哎呀，想我吗？想啊！
存在了，是吧？好久不见。哎，上午的飞机到现在才进家门啊，不直接回家，却跑到公司找陈凯。爸要吃醋喽。爸，干嘛跟陈凯吃醋啊？哎呀，今世的情人还是略胜一筹啊，我这个前世情人认输。哎呀，爸在说什么啦？我肚子饿了，那饭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先把汤热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Yes！ 啊，好想要吃家里的饭了，而且哦，真的拔豆腰哎，今天晚上多吃几碗，好吧？累不累啊？嗯，还好。但最近公司怎么样？忙啊！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陈凯，自己来，不用客气。乐言，多吃点啊！好久没吃你妈的菜了。谢谢，真的，我想念了。贵妃好像请了长假是吧？是。我也很意外，万总从来没有休过这么长的假。听说他家里有点事儿。本来啊，公司没他，我肯定是要去拉菲兹坐镇。不过现在有了你啊，我就不担心了。是啊，有陈凯啊，你真的可以安心了。嗯，你是我得力助手，不过希望是于公于私啊，你都能成为我们家的人。懂我的意思吗？不只是执行长，能当我们陈家的女婿更好。爸，你看他都没胃口了啦，再讲下去小心把他吓跑了，以后女婿跟执行长两个通通都没了。嗯，我只是老丈人看女婿嘛，越看越有趣啊。我们家乐言挺好的，你考虑考虑哦。爸，怎么不叫我考虑考虑？怎样，觉得没人要我是不是？我们家宝贝女儿这么优秀，怎么有人舍得不要嘛？反正我嫁不出去，你就养我一辈子啊。那当然，可我女儿不可能嫁不出去的。好啦，爸爸转个话题啦，要不然你看人家一口都没吃。好，我们换个话题聊啊。之前啊，你不是答应过爸，这回你回来了就准备要接手公司了，不再乱跑了，不能反悔哦。爸爸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次回来就是因为我决定好了。好，女儿总算是不再放我鸽子了。来来来，别光顾着聊天，趁热吃啊！来，多吃点啊！来，嗯，护一下陈凯啊。嗯，我知道。我爸刚说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了。一定是因为你太难控制了，董事长管不住你，所以才想要找个男人，让你心甘情愿的定下来，不再环游世界到处飞。你看着我到处飞，你到底是羡慕呢，还是嫉妒啊？都有。啊，我就知道。对了，关于我们的计划，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确定要继续下去？我确定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要这样做了，只是没有能力。但现在有你愿意帮我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任性，还拖你一起下水。这是我自愿的，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你真的很够意思。你这样做到底怎么报答你呢？还是干脆像我爸说那样，以身相许？怎么样？我开玩笑的啦，看你那个表情，怎样嫌弃我是不是？乐言回来了。对啊，你小声一点，不就又睡了吗？怎么那么突然啊？他一直都是这样啊。
从来没有变过。等了那么久的人终于回来了，但你好像没有特别开心哦，怎么了？好问题，我也很想知道我怎么。显而易见，乐言没变，是你变了。我变了。我知道乐言在你心中有一定的分量，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你等这个人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习惯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问你，你喜欢苏小青吗？我喜欢苏小青，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喜欢的是乐言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因为你是渣男。我是渣男？十个男人九个渣。那我就是例外的那一个。你是最渣的那一个。那你是什么？渣男的好朋友。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啊？好啦，渣男是闹你的，但好朋友是真的，所以就让好朋友来帮你分析一下现在的状况吧。我问你，乐言全世界飞来飞去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挽留他？为什么要挽留他？他有他自己的理想。那如果明天苏小青跟你说他要辞职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呢？不准。他有什么理想？先来跟我 present 一下。嗯，好，我再问你，乐言在国外通常多久回一次简讯或是 mail？ 他去的地方不一定有收讯，就算有，他也不见得会回。那万一苏小青明天整天都没接你电话呢？他敢。在国外处处是诱惑，乐言认识好男人的机会肯定很多，你都不会吃醋。我有什么立场吃醋？所以摄影师带苏小青一起庆祝情人节也没关系吧？没关系啊，他跟他庆祝情人节，我就跟他庆祝清明节，还不懂吗？问题就在这啊！你对乐言没有占有欲，但你却想要霸占苏小青。哦，所以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你还可以再迟钝一点吗？好，我换个方式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喜欢超人？因为超人可以自由自在的飞，拯救地球。嗯，乐言呢？就像现实生活中的超人，飞来飞去拯救世界。你其实不是喜欢乐言，你是想要成为乐言。你把乐言的梦想当成自己的梦想，虽然你没办法成为超人，但你一直很努力的做他身边的罗宾。罗宾跟超人没有关系，他是蝙蝠侠那边的。这是重点吗？对了，害摄影师要过清明节的苏小青，看到乐言是什么反应？好久不见，我回来了。啊！就算他现在没站在你后面，我都能想象他一定非常火。你难道不用去跟他解释一下这个美丽的误会吗？苏小青不是那种爱吃醋的 drama queen， 你确定？好哦，那我去开一瓶红酒，我们两个慢慢聊哦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，你好好当你的奶爸，不用管我。哦，好，慢走。
竟然一通电话都没有，当我是死了。蝙蝠侠，我们来打球。哼，你当球？好啊，有本事就不要打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，看老娘今天怎么跟你散碎配，散到你面目全非。终于知道我还活着了哈。喂，在干嘛？都这么晚了还能干嘛啊？我在睡觉啊。你习惯开灯睡？没有啊，我关灯啊，太亮的话我会睡不着。那现在是谁在你的房间打灯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房间现在伸手不见五指。你真的很不会说话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也不会吧。你在生气哦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因为乐言。我哪敢生大小姐的气啊？你不是在生他的气，在生我的气。你们晚上去吃什么？吃这么久，法国料理吗？我很早就离开了，我去找赵璇。所以你整个晚上都在顾总家？嗯。这样有没有比较不生气？有。你不是说你没生气？正常人都会生气，好吗？我来就是要来跟你解释，我跟乐言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哪种？我们是大学同学。然后呢？乐言他就是一个很大辣辣、很热情、很善良、没有什么心眼的一个人。看得出来啊，见到大学同学就用亲的，真的很热情、很善良、很没心眼、很大辣辣、很奔放。你在吃醋啊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哇，你有随口问问，你真的喜欢他哦？那是以前的事了。那他有没有喜欢你？应该没有吧。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单恋。Oh my god， 那更惨。之前说飞机时刻表是不是跟他有关？我就知道罗成凯，你这个。只喜欢你，我现在就只喜欢你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到底在担心什么？不是，上一句。我现在只喜欢你。再说一次。我现在只喜欢你。再说一次。为什么？
我把它录起来，当每天早上的 morning call 叫我起床。苏小心，我喜欢你，我只喜欢你。这个我可以拿给乐言听吗？哇，你真的是随便，你爱给谁听就给谁听，我敢说敢当，无所谓。不过我觉得他好像很依赖你。可以这么说，但仅止于工作上。我答应过乐言要帮他处理拉菲兹的事情。真的哦，只限于工作上。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。我爸爸的状况好一点了吗？你也知道 ALS 就是这样，韩先生目前的状况已经是晚期了，那我们现在所做的治疗都是针对于让他病情不要再恶化。我明白。这是韩东初先生这个月的医疗明细。谢谢。8165房的病人是不是还没有结清上个月的费用？哪一床？二床的童子瑜啊，他昨天病情恶化，又转加护病房了，可能要等好一点才能接了。那他都没有家属过来处理？没有哎，目前都没有看到。好吧，袜子马上帮你提这样。我想昨天大家都已经见过面了，这位是董事长的千金。陈乐言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拍手啊！嗨，大家好。我跟董事长提过，我想用拉菲兹的名义替社会做点事。那接下来肯定需要各位的帮忙。这次 Wonder Home 的公益活动所募得的款项会全数用来协助弱势儿童。营销部，请尽快草拟文案。没问题。有多快有多快，小金，交给你了啊。知道了。好了，电商部，等活动的海报出来，要放在 Sandwich 的官网头版宣传。小姐，志兴，替 Wonder Home 募款的义卖 T 恤，就由你负责设计。没问题。徐子轩，活动当天，请你负责协助拍摄。哦。OK 啊，那就麻烦各位了，散会。谢谢，陈凯。So I was thinking, we can start with collecting information. So I think we can start with. Wow, 老英文。来翻译一下，你在讲什么？我不是 Siri。真的要被大小姐圈粉了。早上我泡咖啡给她的时候，结果她跟我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她跟我说谢谢。谢。不然要说什么？人家可是大小姐，炫上的富家千金不是都会用水还是米果泼在员工脸上，顺便逼飞机飞回停机坪吗？不过说真的，这个大小姐真没什么价值哎。进公司的第一次竟然就是做公益。我就说过她人美心也美，是不是？但执行长跟大小姐还真的蛮配的。有很配吗？哪里配？我觉得还好吧。苏小姐，你这两天卡到音啊，回家那么大干嘛？有吗？我天气有点热，丢缩了。是丢高吧？所以你们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？应该是哦。
我觉得蛮像的。哪里像啊？你不要理我，我在写这个活动的文案啊，压力有点大。哎，你们刚刚看到吗？他们两个讲话的时候靠超近的。有啊，而且刚刚大小姐跟执行长讲话的时候一直这样拉着他的手塞奶。而且有没有发现，执行长的领带跟大小姐的外套是同一个颜色？情侣装。没想到执行长也有浪漫的一面，真是金童玉女啊。嗯，真的还蛮配的。哇嘞呀，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，就给金童玉女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嗨，啊，你好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陈凯的特助，对吗？我不只是执行长的特助，还是执行长现在最喜欢的人哦。对，我是执行长特助。陈凯这个人真的很龟毛，好像除了美云，我还没看过谁能让他满意的耶。你一定很辛苦吧？你会不会想太多啊？你不知道我们家陈凯对我多好，怎么舍得让我辛苦？还好吧，没关系啦，我明白，我不会跟陈凯说的。但是你一定要加油。啊？干嘛叫我加油？不管是特助或是女朋友，我都做得超棒，还要加什么油啊？谢谢。听说大小姐之前都在国外飞来飞去做志工，怎么突然想回公司上班？你有没有烫到？没事吧？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对不起，你刚问我什么？我随口问问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老师。不好意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临时要我过来？优如跟同学打架，把人家打伤了。没有，快跟同学说对不起。悠悠 ，say sorry。不要。真的很抱歉，我回去会叫优如好好反省。只会生不会养，拜托不要生好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教好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你到底知道你做错事了？答案是不对的。你为什么要动手？我不喜欢你这样，没有大人喜欢不乖的小孩。明天就去跟同学道歉，知道了吗？看着我，听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悠悠，悠悠。
我不用乖了，我一直很乖，但是妈妈都没回来，我以后不要乖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悠悠很想妈妈，你一直在忍耐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但是大人是不对的，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好吗？来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伤哪来的？那小五先对付他，还有一只烟，我说又有才打他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先骂你。小五说妈妈不会回来了，是真的吗？他乱说的。其他同学也说妈妈也不要我。这么可爱，妈妈怎么可能会不要你呢？她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忙，我一定会赶快帮你找到妈妈的，好吗？我们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嗯。好，走吧。霞，走这边。你想吃什么口味？好，你可以再选一个口味。香草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啊？金童玉女。什么金童玉女啊？办公室的人都说你跟大小姐是金童玉女。你又吃醋了？喵。Melody 说，你跟大小姐说话的时候，她都会拉你衣服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为什么要动手动脚？乐言是从国外回来的。比较热情，我想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吧。是吗？那查理说你今天的领带跟大小姐的外套是同色系的，你们该不会约好穿情侣装吧？有吗？有同色系吗？你买给你笑哦。苏小青，你听这说听那说的，怎么就不听听我说的？手机给我。小姐，好好的志工不当，为什么要回来公司上班啊？我今天问他的时候，他好像还吓一跳。这个问题有很难回答吗？你怎么啦？什么？你都没听我说话吼。抱歉，刚才有点闪神。可能今天太累了吧？真的哦。好啦，那不多聊了，赶快回去吧。为什么要捐水果啊？平常不都捐一些尿布、奶粉或是衣服吗？那是一般人会捐赠的物资，但小朋友也需要水果的营养啊。只是说水果的保存期限比较短，所以需要少量，还有定期的捐赠。一次捐太多的话，水果会容易变质。So ga， 长知识了。那我们快点进去吧。嗯。我来叫。
都办完了，是要我当吉祥物？就搬个水果，他们干嘛这样？心里的黑洞永远没有办法填补，但如果遇到人都像你一样，心里的伤就有机会痊愈吧。Just for now.